看一下，看起来很可疑，会超级吃鹿像。夹的姆蛤蜊，哈等一利。下，我现在还不能，我只能离开。收集了啦，哦，200，钱收起来，哦，收起来，永久闪避耶！现在闪避最高的是繁星，好，等下给繁星吃。哇，好多东西哦，哇，他吃来的吧？等一下，我先把那个药给繁星。嗑药喽！这里，这个，拿去。他在哪里？游侠的什么东西？又一个东西。来了。这个运哎呦！气就不知道了。嘿。哦，这是单场的，是不是？没有，那永久的。哦，怎游么？侠的那个。我吃不掉。他不还能没使轮用到吗？你，还没轮到你吧？啊，嘿。哦。钓鱼啊。好啦。无所胜以，于。哦，有，还有，还有。哎，我要换船，你们接下来就去沼泽找东西了。沼泽的话，沼泽已经看了，我刚那个看的差不多嘞，正左边，左上面去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先换大船。好，这边卖那眼睛啊，没钱那么多，没有那卖那眼睛，草可以买一买吧。买买啊，好啊。然后武装船的契约那个要买，哪一个？好，武装船，我买。哦，梦想大一，我等下才能，啊，你梦才能想。都满的啊，可是不是他的护甲比我这个护多甲，多对二，啊，哦，一样是加五了，这也是加五。嗯琵哼。琶耶，好多琵琶。对，我在看琵琶，让我逛一下。逛，他没有。抢，这两把没有那个虫子，你可以看，可是我没钱买了。你缺钱啊？先把草不给，缺了，你不缺了，你不缺我了。不缺钱了，你不缺钱了。给，你要买啥？梦想大一。想大一。其他都还钱好了吧？已经多了，剩下当小费，跑路费，对，丢了1500，剩下当跑路费。我看到，那梦想大一，草药精通，真的没什么好买的。可是我没看到梦想大一在我包包里你是点错人的包包了。哎，对，我点你包包干嘛？任务记得顺便接一下吧。看好，他接哪一个？接经验，来，要哪一个？我觉得接经验的好像比较划算呢。取回还是探险？啊，对，我把鱼取回吧。取回哈，接喽。好，这个鱼给你，看你能不能卖。哎呀，挡到我了啦，臭鱼！他的最后一个那个。我头怎么了吗？没有啊，很帅啊，没事啊。最后反一正个，你也太多鞋子了吧？他卖多少钱啊？值1块。太烂了吧，那个东西。任务版取回，你走。取回，从这里拿回来。好，你才11块，回来。烂。哎，那我们船是？不能用吗？完，对啊，卷轴是要吃掉是不是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哈基我给你。啊，船吗？那个东西是叫什么？契约，武装船给，契约，不能使用哎、欸。还是要真这的要边到没港口位置才能用吧？哦，这在边任没意位置。港口兑换一个。对，这边没位置。港好了，口哪边有啊？哪边有港哎口呦呦！啊？哦，那我告，海上怎么会有狗啊？救鬼！好，可以吗？哦，有了有了有，换船了换船了。
来来来来来，坐大船哦，走喽！你怎么上船啦？不是这样，空中这样走吗？我是要绕过他，你怎么可以走到那个船上去走那边去？你、哦、你怎么？你想开？你再怀念那一艘船了，好了，让你开一下啦。不要，载我。让你开一下，让你开一下啦。好啦，游过来，游过来，游过来。他自己真的不行啊，我想说，你那么喜欢那一艘船，就可以多搭一下嘛。啊，那条鱼要打开商店卖掉比较多，不能从包包卖哦。对不起。哦。要这样了，原来有这东西哦。来，行，我先。你现在要去哪里？先去那个石碑啊！啊，感冒还没好，感冒就去休息，去休息，去休息。高兴的。然后送回去海盗海湾那里，他要去点一下嘛。没关系啦，强风。强风。我才没有卖萌。音乐萌。这只狗打掉啦，在这里。好可爱，说实在。你家子弹他在笑哎、欸。呵呵呵呵，侧面看他有点把头啊，欸，浇熄他，还要怕水啊。死了，可怜哦，他咬你了。哎哎，别跳，哎呦，干什么干什么，谁叫你说他可爱？可爱错了吗？可爱没有错，但是你说错人了。哇，欸，躲掉！错死了，他吃土了。他像看起来好像没死掉，哦，哎呀，头低低，屁股翘高，摇尾巴，真的。我先，哎，在我，怎么了？哦，我们是你在干嘛？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只是没把钱给他而已。对，我以为是我被丢包了。现在要去哪里？等下，那刚是谁去那个拿信的？阿基啊。那就愉悦，等下去拿。对对对对，愉悦。我一不小心就八个月了，感谢教主赞叹。你那你不现在睡个觉吗，你的姐？哦，我对了。哦，好，我对了。啊，那信又在哪里啦？现在在你身上了，现在在你身上了。啊，现在在凡心身上。繁星表示不想下船，点离开嘛。好，完成二九四七，全部人哦，全部人哎，欸，全部人哦，其实这还不错啊。业务哦，有什么服务啊？怎样？好了，我等下点不开。菲亚斯，你的名字怎么了？哦，原来寻找宝藏是这个意思哦。哦，旁边有个箱子哎。对，我刚刚结束回合，然后他跳出寻找宝藏。哎呦喂，你怎么又一个？怎么又一只？怎么每次都你遇到啊？打他，真把打掉了。打他啦！不是，等一下你回去船上还是要打他？真的想睡觉。哦，你等一下浪费钱，你看你刚刚扣血了，还可以回家睡觉，是不是很赚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有啦有啦，我只是想睡觉，我睡觉皇帝大。我先去开箱。萌萌越想睡觉，
射击都不能阻止我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他只有一只哎、欸。知道要做什么喽？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他不做什么，就会做什么。哎呦，他便宜猪哎！哎呦，我咬了舌头，感觉就他舌头应该受过很多伤哎、欸，牙齿这么尖，感觉不想就不想咬到舌头啊！真的，他不累啊？没关系啦，他等一下，哎呀，那就可以睡觉了。短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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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弹哦！被打到还是要弹。什么时候换我？什么时候换我？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等一下就换你了。再等等，再等等。快了，快了，再等等，要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你先咬两次舌头就好了。我想把那个盖子嘛，直接硬盖起来，看他舌头滚在外面。舌头会断掉吗？我绝对、绝对、绝对没有在大卖场那看到那个上面有蛤蜊，绝对没有当手按下去压下去，我绝对没有。那他会夹刀，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会这样子硬去把人家盖起来吧。我也有过啊，会夹刀。大卖场那个吗？对啊，我直接我以前做超市的时候，就是在用挑蛤蜊，然后他们舌头伸出来就压下去啊。都有吧？收起来吗？没有瞬间收，他就慢慢收回去。夹刀痛。哎呦！然后你潜行过去，你让我给钱嘛？不用啦，钱就先、啊。好，我收走了。他只有一只哎、欸。他已经很慢了哎、欸。哦，没有，没事。打他有误伤就变高。不知道，还看雨月，不要看我。对他有想法，你有什么想法？阿基，雅思也很常这样玩，买回家土沙的时候慢慢玩。子弟，右键怎么有按到的？感谢优越续订，忘了讲。蛤蜊很好玩，好玩又好吃，超好玩的啊！就是在大卖场的时候，就给手就是给它压下去，看到舌头伸出来就给它压下去。你们闹？哎、欸，那你有被蛤蜊喷过水吗？有啊，哦，真的。经过、哦、还没，就只是想那时候好像是不知道第几次去吧，每次看到经过都想压一下。有一次经过的时候，就给他想要手尖想过去压一下，才过去还没到就被水喷出来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又是你，又是你，你的手在干嘛？不乖。我以前做超市的、啊。哦，哇！刚刚忙买呢。啊、哦。来啊，备用备用，给你换着穿。那你一件送洗的时候可以穿这一件啊？对对对对对对。要搭小船，你我就是是故意的吗？你又没有拿到钱的啦，走啦！我不管了，不给了，不给了，不给了。那现在嘞？现在我们去沼泽吧。沼泽吧，沼泽在哪？上面、欸、可是下面我想知道下面这两个是干嘛的，哪两个、啊、这两个这一船轮船可以啊，可以吗？走啊，就走过去吧、啊、想走就走啊。哦，我测试眼睛的，
获得物品。药草，加经验值。你走过去玩。你走吧，你比较高哎、欸。好。开近一点。叮叮，宝箱哦，东西多的喽，200元，五颗星，收着收着，收着收着，哦哦，我没有盾牌手吗？我啊，嗯，哦，走喽，等一下，我现在盾，啊，丢给你了，太残忍了吧！屠杀的时候又夹下去，然后拿起来用力的往扭，那一块肉就会掉下来。其实你真的是要很大力哦，要把肉弄下来很大力呢。对啊，哇，直接把它切下来！天哪、啊，周围如果闪一下，它要舔盐的样子，是哦，对，它会去舔盐。哦，你就把那个，哦、你会把你就把牡蛎放在桌子上，然后。进撒盐巴，他会去老盐巴舔。哦，那等他舌头伸出来的时候，在舔的瞬间拿辣椒涂他。他好痛！人家团长说：“为什么这个牡蛎都要辣辣的？”哎、欸，对耶，如果再拿辣椒再涂他，会不会他会伸进去就辣辣的了？对耶，在这里我们找到了。哪里？哪里？哦，你用眼睛是不是？我直接用眼睛扫、哦，因为这边、哦，因为我看这边车探的差不多，所以就直接扫另外一座岛。在哪里？左上，尤尼布尔格在上面。哦，看到了。嗯，直接开船过去吧。等一下，我关个麦。今天还有半小时，看能不能在今天结束这个剧本。